时间弹钢琴的男人 Jérôme au piano， 他的创作者是19世纪法国印象派画家古斯塔夫·卡耶伯特。在混凝时间第147集，我们也介绍了这个画家同样主题的一个作品。现在这一幅画表现的是一位身材瘦削的年轻男子在弹钢琴，房间里的布置呈现出温暖的色调。古斯塔夫·卡耶伯特可以说是法国19世纪中产阶级艺术家最好的代言人之一。这幅画创作于1876年，现在保存在日本东京的石桥美术馆。在古斯塔夫·卡耶伯特的画作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巴黎社会新贵们殷实而富有格调的生活场景。下一集我们欣赏一幅高更的作品，混凝时间法国巴黎。